好的，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又要来看肌肤啦。那我把它拆起来啦，因为我现在是用 mini 拍，因为我就是要一直把它测试。那我现在觉得这一个机身的这种包覆贴啊，我觉得，它除了触感不错以外，我反而觉得它很好玩就是你好像一直在做劳作啊，所以就是。反而乐趣是就一直这样拔下来，然后装啊，然后去试壳，所以我就觉得蛮好笑的。就是我已经忘记说到底你假设你买这个来，你到底是要干什么了？但是就是很好玩的。所以我是建议说，如果以后比如说一些产品啊，就是可以不用给别人去弄或什么，我觉得这个自己动手做，有一种那种乐趣。然后这个肌肤啊，就是。它的这种材质啊，就是今天我们这影片要干嘛，就是因为他说它是很好的建材，然后也有防火成分，所以我有一点白目啊，我想说来测一下说它到底是不是会防火。那因为这是厂商提供的嘛，我们就给它烧了啦，我跟它试看看，但是也不是真烧啦，就是我稍微用火用一下。然后它这个材质啊，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除了有触感啊，就是它我用鼻子去闻，它有一个淡淡的香味，就是它这种香味有点像那种3C 产品，或者是你有那种新品，就是3C 产品那种刚新来拆的时候有一种味道，那个味道就奇怪，就是会让你很想去闻啊。所以如果你们有买到这产品，你们无聊可以就吸一下，然后就有一个很奇特的那个新品的那种香味啊。就是一种科技感的那种香味。那好吧，那因为我现在就是我说这个就是 Pro Max 啊，对焦有一点问题。那现在我用 Mini 的话也是开闪光灯，因为网友叫我不要开闪光灯，可是你看 Mini 现在在拍就是很正常。那我因为我现在用 Mini 在拍的话，就是也好啦，因为我刚好又把它拆掉了，我昨天才刚装那个壳。那我会再找时间再来试这个满版的装壳。对，那满版的话当然我还是会比较建议，因为你即使你会买这种东西，除了包覆以外，你应该是会去摸它的手感啦。所以满版的话我是建议还是建议是裸机啦。但是你如果真的要装壳，那我再找时间，我再重新把它再贴一次，贴到120分的。就是完美的贴的，我来再来测啊。但是我还是会认为说，其实当然你可以去保护机身啊，但是我觉得它这种材质，其实真的我就建议裸机的手感应该会很好啊。因为我昨天重贴了以后，那种刮手感也会降到很低，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还是用裸机。那这个要怎么测防火？我就稍微这样，也不能烧太久吧，烧太久应该坏掉吧。但是如果一般东西稍微烧一下应该可以吧，那我们就要测了齁，稍微拿远一点，因为我现在都在镜头后面，会不会烧到我的手啊。好啦，开始啦。没有事情，热热的，有看到吗？我在烧哦。来哦。没有问题。那我现在碰这个蛮烫的。其实你如果自己测试，不要自己测试啊。你在这个地方大概烧个3到5秒，闻一下味道。我还是那一个香香的味道。所以现在近看没有问题。所以的确像他讲的，你这个如果用到烧到啊，他是说这种是建材的 3M 的什么材质或什么的材质吧。我忘记了，他讲得很详细啊。他说是那种高耐刮、高什么、高防污防水的。其实你这个火，你不要说，我在那边动来动去，你自己烧看看。你这一般的东西，你这样晃几下，它就 Q 了。我现在摸也是蛮烫的。所以真的是没问题的啊，但是你们不要这样试啊，我是想说这厂商
敢这样讲，我们就要跟他拼了、啊，而且都没有任何的，没有什么任何问题。但是我猜，如果我再给他烧个一个小时，才可能会烧掉了。嗯，也没关系，就是我是觉得这真的这样子就可以了啦。你还要再试吗？你们要烧多久？真的要烧一个小时啊、喔？一般应该都老早要烧掉了吧？这样子应该就是算这材质，而且我已经有一点好像搞糊涂了。你买这一片来，怎么会现在在用火在烧？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好笑，就是这个让我觉得说。很好玩啊，就是说我不管在撕在拆，然后就是我觉得好像又多了一种乐趣啊。啊，如果真的要挑这个产品的，真的是缺点就是，可能这是我个人喜好啦，我是比较不喜欢它这个是镂空的，所以我是建议说，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很喜欢摸这种手感的啊，我建议你是买它没有 logo 的，它有那种全部是素的，没有 logo 的，对。啊，如果你觉得说，你也想要试，那你就两个都可以买啊，你去试尝试。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，我是比较喜欢是没有 logo 的，就是我希望它平的啦，它是平的，然后是假设它是平的啊 ，logo 是印上去的，就是因为我在摸这个触感，我觉得这触感很好啊。可是如果这个有高低起伏，我是觉得是我自己个人呢、啊、是比较不会想用 logo。所以我会建议说，如果你跟我一样，你就是买这种的话，就不要用 logo 的啊，不然就是你就再买一组是有 logo 的，你就去试嘛，试我讲的对不对？这样子。那这一个的话，全满版的，我们再找时间试咯。那我这一个影片也稍微再试一下 mini 啊，奇怪，你看 mini 用闪光灯就是 OK 啊，那 Pro Max 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不过 Pro Max 还是非常好的哦。我们不要偏题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咯。